大家好，我是景熙夫人。小姐打电话说，俺姨订了一个这个榴莲，然后我刚才去刚拿回来了，让俺姨尝尝。反正是一股味儿啊，我感觉一股臭味儿。那我们得拿回来呀。哎呀，你不整都整开？对呀，你不整开了，你整着了。拿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这是不是坏了？坏了，没坏吧？不知道。应该没有吧？这个你看看这是？嗯。哇。哦。慢慢一拍啊。这还有一半。还有一块呢，这不打开，那里头还有个盒呢。买一票，这个都没有了。这个没了，对，这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你看都没俩缝了。嗯，给你尝尝吧。那手拿啊？那手拿不吃，你抓着吃。那要快完，快完吃，你就拿那吃吧。那好吃。我不知道，咱你尝尝，你没吃过，叫你尝尝。就是。俺奶奶真怕。吃不惯，你先吃一口看看，好吃吗？啥味儿嘞？面糊糊的，甜的，甜甜的，甜。我不，哪里甜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哪一个你了？这一个你一个你的，哪一个掉？给你，还有个那糊。你那吃吧，你那吃吧，你那我也吃。你那吃看看。嗯。叫洗洗吃呗，洗洗吃呗，对不对？让洗洗我力。你吃吧，你。给你这么说。
人家不吃，我必啊！我也不吃啊！我也不吃，你尝尝呗！我问了问了，你尝尝。哎呀，我可不吃，我可不吃，我可不吃！哎呀，这不贵，再贵我也不吃。你吃吧，你看啥感觉？你也还是这样，你看伢能吃呢。你家我能吃，能吃到这天都是你的，你吃吧。我吃了一个都慢了。啊，西游你也别看西里表情，西里表情。你吃来吧。我不管了，去那个屋里吧，哥，你去在那个屋里吧，然后过去去吧。看西里表情的嘞。哈哈。你俩问。但是这个屁又冷了。跟我妈，我也不。吃那你吃吧，你们家那是有热门回来，让人家都吃，叫人家都吃，人家都没吃。俺们老买回来就是摘狗眼的买的，知道狗眼的吧？啊，吃了吧？吃，给我买，让俺也吃。不，吃了，吃了。你这愿意呗？不要了。我看给你，伢还没吃。爷，你吃吧，爷呢？好吃呗？人生啊。再看那个里头。你吃吧，不，大力，不吃不好吃。你把那个这块炒吧。不，这块儿你做了也不吃，炒都干了。不吃。我不吃，叫我爷吃。那叫爷爷吃吧。我吃了一个就够了，连吃的还不拿油啊大面汤吃好吃的。我可不吃，我在这闻着我都我可不吃，我是真的。你都不吃。我闻着我都连闻的都挑的过门，我可不吃。叫你那边给爷吃，我不吃。你真还你吃完呢？我不吃，这都啥时候了？我也不吃，反正是。这都啥时候了？俺贵也贵卖的，这么着一块啊，也没人吃。这只不吃饭，人家这叫我啥？啊，吃饭这店给是实在。这咋这么难闻呢？哦，你这味儿都那个样哎，你说不是个正经味儿，人家都闻不着的。我刚才张给你查这找一个，呀，我这甜的不是正经甜，我的妈！这味儿都甜不要了，咋么了？我这老二的，我这天天买这个来。人家说你没吃过，你没吃过，愿意叫人家你尝尝。人家说愿意说没吃过啥水果，人家主要愿意叫你尝尝。对呀。人家不，他也不知道你吃不惯。难吃，这不得下了，不吃这得下了，吃吧。你谁能吃你吃？我说我是也不吃，我也不吃。